天。来，今天我们要完成一个，就是一个福利吧。然后呢，他们来陪我。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录制那个准备很久的四梦的舞台喽。那准备很久。嗯、对呀。然后我还有一个练习室版本是上官浅帮我运镜的，贼搞笑。他那天穿了一个花袜子过来。你帮他拍的是吧？意思？他帮我运镜穿了一个像睡衣一样的。长得可真标致呢。哇。哎，我们俩漂亮。Hello， 我的已经放上，我的是第二首。对对对，你上来搜了没有？有，清唱一下。来，这个时候就到我的领域了。雨冬未晨，夕未晚。哇！月亮声声盼时残。哇！你有人物歌吗？你自己有一首歌？我有啊。你是什么？歌者。嗯？哦哦，想起来了。日暮灯影落，他那首歌很好听。哇，是吗？他的歌有的还没发吧？还没发。现场演绎。我是云雀，上官雀，云之雀。日暮灯未晨，夕未晚。月亮声声唤时残，好美好的画面哦。棠梨竹马，儿时伴。看不见歌词了。天梦不醒，水已阑。春深万物，冬深寒。千叮万嘱，心心念。你们俩的假粉，到底要怎样？啊秋日浅浅是他，有你吗？我公园纸不服。没有。没有，没有。你的头发，我看看，我老怕你头发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好吧，那你是更喜欢两位嫂子？你是更喜欢宫尚子还是更喜欢音乐山？真的，两个嫂子哪个更漂亮？对，各有各的漂亮。你叫姐姐，你叫这，叫姐姐。脸红了，姐姐。姐姐。哎呦！哎，当时就是这条水路。你掉进去了。差一点儿。你掉进去了。真的，这条水路真的差一点儿，当时。对，私下说话就在这个门口，我记得。我第一次跟你说话，你记忆犹新吗？对啊，你在这儿跟我说，他说，嗨。你什么心情？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刚第一场心情太紧张了，紧张紧张。看到你，我就，你知道我本来要演一个，就是这样藐视你的眼，他就这样一个，然后结果。你当时我们导演跟我说了一个，你说那个什么啊，他台词好好，怎么怎么样，是不是问过他是干什么的？说你吗？啊，对，演话剧的是。嗯。然后当时自信就来了。我瞬间自信就来了，然后说我不气场什么的，但是实际上啊，是紧张，是紧张的，就是强压的那个情绪。我本人这么可爱，为什么您会紧张？没有，他就毕竟第一次见那种，他多少会有一点。